这有很多人啊，都是夜市动物，专挑晚上出来觅食，就跟大嘴一样。刚好呢，户县有几家店，也只有晚上才开。这会儿咱们去寻找户县夜晚的味道。听说在这边这个农贸市场有一家卖了35年的一个炒馍，这35年能把馍尝什么味道呢？走，咱体验一下。根群大肉店，这店还不好找。哎，这鲜大的好吃。在这儿有，咱这也卖到几点？12点左右。那你这操下来也辛苦，这每一个放多少勺都有数呢，老板在数着呢。咱今儿个呢是这户县炒馍蛋，配上一个这炒面，孜然炒肉夹馍，这三样都是离不开孜然呀。先让我来一口这馍，这馍太吸引我了。你看这汤汁把这馍都已经浸透了，我的妈呀！快来一口。嗯，就是这个味道，老板给料很足，孜然和辣味儿，哎，又有点冲。来个酸，试一下这炒馍蛋啊。果然还是就算好吃，这份是20块钱啊，它这个肉量还可以。单说这个价格，在这个夜市上来说不便宜，但是肉量啊还可以。那炒馍花这馍跟我想象中不一样，它这馍特别软，嚼起来是比较筋道的，比较软的，不是酥的。我想象中那种炒馍花，馍花炒出来是酥脆的，肉炒的也比较软。我觉得肉再炒硬点更好。但你说一个店能开30多年，大伙拿嘴都投票了。说明还是东西不错。哎，拿着酸不好吃，这还得端着吃，包着吃这东西。夹着没法吃，这量不小。我一个人晚上吃这一碟子，吃完绝对撑。我喜欢吃那个孜然炒夹馍。哎，对，夹馍，我觉得夹馍比这个好吃。这馍还是夹着好吃，你看，大家都这么认为。这夜市就是那种没落夜市的即视感，就一个夜市感觉挺萧条的，就这家门口有人。他们家炒的柴火味很重，就是靠孜然和辣的，吃着很过瘾，要能喝两口酒都好了。老伴该就啊，老伴该喝酒，这老板是喝两口酒才炒菜，炒的有劲儿。这店叫有志炒馍，但我真的觉得夹馍比炒馍好吃。这小店吃的其实就是个烟火气，在这种小店吃就不要追求极致的口味，食材就是这东西，对吧？你还能炒出个花，你看这个炒馍花里边这些菜啊，青椒、豆芽还有这个青菜都是出水的菜，一炒就出水，一出水这馍怎么可能酥，对吧？所以炒出来馍是筋道的口感，有嚼劲，很有嚼劲。两个人分一盘刚刚好，一个人吃你要想吃点别的根本吃不了，太撑了。嗯，再来这，你说咋能不胖吗？在实验室全是碳水，先是馍肚嘛。哎，你看这大哥这先是先剥蒜，哎，蒜先准备好，应该是剥着呢。呵呵，看这烟火气，对吧？我吃的就是这种烟火味道，市井的味道，特别接地气的一个户县特色小吃吧。继续我们的户县美食之旅，下来就是户县的重头戏啊，鸡肠烤肉。吃个饭真不容易啊，为寻找个户县鸡肠烤肉，你看我们这跋山涉水，这户县鸡肠烤肉咋都开的这么偏呀？全是卖鸡肠烤肉的，我的妈，一家挨着一家。咱找这鸡场小马，希望这导航别把我卖了啊！这可能有烤肉吗？这地方？哎，我去，果然有，这果然有。哎呀，嘿，这地方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呀、啊！哎，这两家是哪一家啊？咱问一下吧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俺问你个事，是那家是那个嘛家呀？这都是的，十几年了。但是说就是这一家，那看着没人嘛？吃烤肉？这我看有好几家，你这大的这那个啥？就这，你都走正宗地方。好，肉跟卷给大家品尝一斤，来个羊血吧，炒个羊血。户县软面，户县软面配户县鸡肠烤肉，太地道了。
历尽千辛啊，终于来到了这个村子里边这个户县烤肉，正儿八经的户县鸡肠烤肉，它就得有这几件东西：洋葱、甜面酱，哎，很有意思是吧？还有这个羊汤，哎，一锅羊汤。嗯，真是能喝出羊味啊！这个羊汤的味道很淡，淡淡的。鸡肠烤肉也是这铁签小串烤肉，尝一口，第一口正儿八经的户县鸡肠边上的烤肉。肉非常嫩，唯一可惜就是电炉子烤，要是炭烤，这烤肉绝对绝。西安吃烤肉配蒜啊，在户县吃烤肉得配这些东西，洋葱。哦，这洋葱比蒜劲儿大。哦，蘸点甜酱，正好吃。这酱是咸鲜的口感，哎，这个搭配还真蛮好吃。小时候我们吃烤肉有一个啥讲究呢？就是吃完烤肉，撸完这签子别擦嘴。为啥不擦嘴呢？这黑签子把嘴两边弄上两道子，你的小伙伴就知道，这大嘴今儿个又吃烤肉了啊、哦，有钱人。哦，太上头了！我特意点了盘他们家的羊血啊，你卖羊肉馆子，我就想试试你家的羊血，你正儿八经的好羊血，你这肉绝对没问题。羊血没问题，嗯，这真羊血吃到嘴里是最嫩，还稍微有点粘牙。咱吃呢，有些假的，就是那种用乱七八糟东西兑出来的羊血，吃在嘴里是 Q 弹的。哦，双头。缓过来了，我给大家讲讲这个鸡肠烤肉。这为什么要鸡肠烤肉？就是因为它在鸡场旁边，这旁边是有一个户县老鸡场，旁边有很多卖烤肉的，其中以两个马家最出名，小马和老马。我们今天来这个老马，你看西安这个鸡肠烤肉其实都不正宗，为啥呢？户县鸡肠烤肉一般都有两个配置，一个是洋葱，一个是甜面酱，这俩必须得有。有些店还会给你来一碗这羊汤，这就是户县鸡肠烤肉的标配和来历。跟户县鸡肠烤肉最配的，那必须得是户县软面。哎，你看说啥来啥。这一天吃下来不拿一碗面结束，有点对不起咱这个碳水之都的这个称号。哎，美女，这俩绝配，太绝了，天衣无缝，珠联璧合啊，青梅竹马，楼上楼下的面比粥好吃。我的神呀，撑死我了。哎，我终于发现啊，烤肉跟面太大了，我以后吃烤肉就这么吃，户县鸡肠烤肉，户县软面，大家来了户县就这么点。